好，怎么样子做这个动画？那在这里啊，比如说在这个属性上面，我们先按一个音色 keyframe， 它变黄色，变黄色。那这个没有加呢，就是代表我这个属性没有。如果我也加了呢，它就也会变黄色。好，那我可以在比如说20的地方，我把它改一下。20的地方我把它拉到很长，那个呢压到放到很高啊，两个都按音色 keyframe。 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就会看到它在从0到20会变啊。那我可以在40的地方再改，40的地方呢我这边就再改压到最点，这边呢等一下，这边呢就拉到这里，这边呢就拉到这里。好，好，那40的地方再按音色 keyframe， 好，这样子就会得到这个结果。OK， 好，那你可以在60的地方再改。那就说60的地方我们把这个都缩回来，然后等一下缩回来之后60这边拉一下 keyframe， 然后这边呢 1.0 的地方就回到原本立方体，拉一个 keyframe， 好，这样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好， OK， 好，那这个